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及当下务续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祈安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各姓氏堂上祖先及各位身上医护联及冤亲债主和会大众等啊，今天今日今时啊，我们再次深谈啊，今天我们所深谈的方向已经进入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天灾永续天伦永续他的境界啊，世界要和平一定要先从世界之饥饿所发生之贫穷也因为所发生之贫穷而连带发生的饥饿所引起的战争多少年来几千年来都是这个事情一直在演化着正在启示的众生凡事要顺天你要顺天则昌逆天则亡啊，这个是在告诫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啊，要尊天啊，要顺天，啊，顺天而修，啊，尊天而求，那么我们就能够一生活得很平安和幸福。啊，今天，我们早上啊在敬坛城的时候。啊，敬地球的时候，啊，这风调雨顺已经渐渐进入风调雨顺的境界。我们所期盼的地球各地没有灾难、没有失调的雨水，啊，能够风调雨顺，啊，五谷就丰登，大家就有饭吃，有饭吃。就不会有灾难啊，也就不会有天瘟。所以今天啊，我们早上呢啊，仍然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啊，我们的会长啊，严毅法师，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副秘书长啊，来代表师父。来加持世界195个国家啊，他法界众生烟灰转动诸灵啊，皆得心开意解啊，同沾王禅老祖的慈悲和法义啊，叫做法语均沾啊，法语均沾呢就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啊！啊，五谷丰登，那天下就太平了啦！啊、所以这个案例，这例子，回顾我们第一次到云梦山啊，去朝圣20年前去云梦山
朝圣的时候，到水帘洞那边，那当时的一位旅游局局长王局长，跟我说，哎呀，师傅啊，我们大陆，河南这个地区，河南省地区呢，旱灾很严重，三年没有下雪了，所以风不调雨不顺，五谷不丰登，这粮食都缺缺了，很麻烦呢，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今天王禅老祖回来了，王禅老祖他回来会加持我们，国家会风调雨顺，会国泰民安呐，五谷会丰登。那一天呢，我们是下大雪之后，我看到我们河南省附近祁县鹤壁的乡亲百姓很高兴的，一直在讲瑞雪兆丰年，瑞雪兆丰年，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叫瑞雪兆丰年，我认为雪很漂亮很好看而已啊。我觉得台湾，雨水很充足啊，所以我只有，很高兴我们去了十二位，当时有简师长，廖信雄长老，还有黄丽学她的老公徐家龙，王兆禄，还有几位，几位的我记不起来了。我们去了，下大雪，早上起来雪厚厚的。哇，这多高兴呢！我经过那个王局长一说呢，我才了解说，那个内陆，下大雨，下雨很少，必须要有这个雪，五谷才能丰登。所以啊，我们再过几天，我们又再过去了，去到云梦山，再去勘察。勘察和祭拜，到云梦山现在的北桃园的那一个地方呢，我看到那一个山头大地，整个中国，中国的地理中心呢，这个核心宝地呢，在云梦山八卦城，现在我们盖的八卦城那个地方，那我看到很高兴。我那时候呢，决定要盖云梦山八卦城来保护这个大地风水，整个的中国才能够风调雨顺，五谷才能丰登，所以我在那时候呢，和我们几位同修呢，就发大心了，我决定要来建设云梦山八卦城。经过一波三折呢，曲曲折折了，淬炼，终于我们上天王禅老祖慈悲，达成我们的愿望，再盖了云梦山八卦城。八卦城这个地理是保护这山河大地，保护的中国，我们中华儿女三族儿女的千秋万世和未来千秋万世的和谐和平安。所以在当时呢，我们建八卦城的时候，经过多方面的寻找有缘的这个大陆的营建厂商来帮忙，那终于我们找到一位很年轻，又很肯干的一位赵长兴夫妇，老祖交代托付他来建设，建设现在稍微有一些规模了，你们再等一下，在墙壁后面这里呢，我一张很大的图，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了解到王禅老祖他没有国土诸分的保佑，地球没有诸分，你我他黑人白人红人都没有分，凡是众生一概给予加持灌顶，有如现在
我们请圆寂法师赤金会会长圆寂法师再加持地球195个国家好的国旗，国旗代表一个国魂，国家的灵魂，国魂也代表啊这个国家他们的所有列祖列宗三界万灵诸魂啊全部共全部加持，仰仗老祖加持啊，也来加持地球世界啊都能够风调雨顺，这样才能够化解干戈与西战争，才能化解饥饿和贫穷，这是维新圣教的天命。所以我们终于领悟到这个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天命啊，我们要努力的来把它圆满。好，我们希望啊，家家户户平安，人人平安，世界皆都平安。啊，不分你我，大家同是玉皇大帝的子民，王禅老祖的弟子，啊，本是天下一家亲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贤士同修代表，今日今时物系千秋，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祈安大法会，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华语，我们恭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来西会场受纳祭拜供养啊！今天一件很大的好事，就是195个国家的烟灰软冻猪灵，农业受杀害，工程建设受杀害的烟灰软冻猪灵，啊，坠入无间地狱，一直在轮回，啊，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法会。啊，王禅老祖的慈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地藏王菩萨的慈悲，诸佛菩萨圣神的慈悲，加持灌顶，转化人生，啊，听经闻法，受纳供养，然后心开意解，有机会往生净土啊，这是我们非常欢喜欢喜啊！刚才我一一的礼敬所有莲座上诸祖灵圣莲文到烟灰软洞诸灵的地方啊，告诉我说他们的很多陆陆续续可以转生投胎轮回啊，回到极乐净土回去了啊，很高兴很感恩。相对的，我们的祭拜原来用那个迷糊那些水果迷糊供养，现在我们每天从今天开始，下午开始呢，我们菜桌还是要把它打两桌冷豆，哈，来供养啊，有的已经转化为人参的
也可以享受到人生啊这个法喜，好、啊、才有机会心开意解听经闻法，啊，共参佛道，好、啊、往生净土。又新逢今天我们要恭送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啊，就是除了超度我们的列祖列宗还有三界万灵以外，啊，我们也借这个因缘啊来超度这个烟灰转动诸灵，皆得到极乐世界去听经闻法，去那边修行。啊，佛说大阿弥陀经，阿弥陀佛有开示了，花了大愿四十八大愿。啊，阿弥陀佛的法藏比丘说，若他成佛时，若是烟灰转动农业杀害烟灰转动诸灵，啊，都欢迎到他极乐世界去那边修行。啊，若是不能成佛，他也绝不做佛。啊，这个就是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的大慈大悲。这个相对也在告诉我们，为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要珍惜我们的人生，有机会修行我们要修行，我们一定要本着阿弥陀佛为我们发下的大愿的慈悲愿。好，所以我们相对的王禅老祖在民国壬戌年的六月十九日，好，这个观世音菩萨圣诞的时候光降，啊，这说了四句：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天下太平。那我们每个人的心和灵也都是为天下太平而来。啊，所以修行的道，道的真髓是广义而不是狭隘的。啊，所以今天这是一个法喜，啊，十月二十五日我们早上升坛，啊，就请各位同修，今天是屏东道场，啊，屏东道场和新花教室，啊，的圆满和圆秋两位讲师所带领的贤士同修，我们在一起来虔心诵经来回向，啊，说我们莲座上诸祖灵三界万灵众等皆得同沾华义同证菩提。啊，地藏王菩萨本愿功德经所开示的，我地藏王菩萨所说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这个因果律的问题，我糊里糊涂了不修，只有我自己下地狱谁下地狱呢？啊，只有自己掉下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这个道理。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若是这个坏习惯贪嗔痴三毒你不舍弃的话，你要成佛绝对没有办法成佛的。所以地藏菩萨呢，他也是在为我们说出了心里的话，勉励各位啊，今天也是这个在勉励啊，烟灰染动诸灵，烟灰染动诸灵，他们下的地狱有多深呢？有七十二层的地狱，七十二层。啊，一般我们是十八层而已，他是七十二层。所以七十二层，这个在我们中港道场圆满法师啊，在这么十多年来一直每天的诵经，每天的这个依法修行，啊，拔度诸灵，
圆轮掌动诸灵也在这个法会都请都来到坛城了，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好事呢，我们除了要高兴以外呢，我们要尽心尽力在诵经来超度他们啊，也是勉励我们自己要好好修，不要换门的掉下去，又让人要超度我们，那就很累了啦。啊，所以以此呢来祝福以外呢，我相信此后呢，世界之饥饿与战争和烟灰软动有相当相当相当大的关系啊。这个烟灰转动诸灵，尤其台湾早期在大肚山、八卦山或者全省各地都有蝗虫过境，那么多的蝗虫一过境，稻子菜园全部一扫而空，那人要吃什么呢？所以物竞天择嘛，这个是战争嘛，人与动物的战争也在战争，人与大自然的也是在战争，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处处在战争，人与病魔在战争，这个都是很科学化的术语，但是我们把它看作宗教话的术语我们要理解，我们要把它圆满的缠结，这样的话只有用宗教的修行。所以现在世界195个国家都在烦恼这个世界之饥饿，农业失收，天气变化这个风不调雨不顺，国就不太，民也不安，世界就乱了嘛，是这样来。所以我们就一定每天在这里深谈，要来依法修行，来供养法宝，来超度来祈求王禅老祖师尊大慈大悲诸佛菩萨共同来护念众生之苦，来共同加持这个世界各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祝福各位。各位微心正教所有法师即泸州道场住持圆融法师还有讲师及各位贤士同修大众，阿弥陀佛。当下法会莲座上列祖列宗祖祖灵以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日今时时间也过得很快已经10月26日了今天呢我们刚才在敬洒地球五大洲老祖开示用甘露圣水用台湾这个上天所赐予所加持的米食来化为甘露由空中洒进地球，所以还是要以净水洒进地球满三千，加持风调雨顺，
皆平安。所以我们维新正教大家都很辛苦，都是承愿而来守护地球，地球只有一个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只有小小的一个人啊，也不要认为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宗门在这里而已。事实上王禅老祖的天威已经将九大行星全部包容在心中啊，也用我们各位同修我们有缘的人依法修行这个爱啊，用法仪来加持甘露圣水啊，一点一滴的圣水就满三千，滴滴粒粒圣水满虚空。所以我们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啊，大家尽心尽力的护坛。那么今天由泸州道场啊圆通法师带领的讲师及所有贤士同修啊，一大早两点就出门了啊，回来护坛，很高兴的啊，我看了大家精神很好，我也很安慰啊，这个的表示我们大家的都慈悲愿慈悲心啊，我相信可以满我们的愿啊，地球五大洲啊，这都需要风调雨顺，风调雨顺这个众生就五谷丰登了。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好的消息呢啊，告诉各位啊，净洒三千啊，满虚空啊，所有星球只有地球是最适合我们各位来地球上来这里修行的，所以我们大家要守护地球的平安，守护地球的风调雨顺，五大洲人民皆得丰衣足食啊，大家共同来保护这个地球，是我们的共同修行的本愿啊。今天早上呢我们还是等下由幻贝学院我们的幻贝法师带着各位大家一起来诵经啊，一起来祈福，一起来回向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今天是戊戌年的10月27日啊，是我们戊戌年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3坛的天命前的大法会，我们与宗教的法仪香花情香花迎斋串供养，并以三布施来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
3762次大小战争，帮使军民怨灵，还有四王法界三界万灵众等，皆得仰仗天威，王唐老祖的慈悲加持，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弟子深可以供养。他来深谈，我们这一场大法会，从头到尾的宗旨目标，就祈求世界和平，就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与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的宗旨，也是我们大家所有维新贤士的众愿本愿，也是世界人类名扬两界共同的本愿。所以我们为圆满上天给我们的这一个天命，那我们就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千罗大禅堂，每天由幻贝法师按时深谈，奉送维新圣教31经来供养。各分寺道堂轮流回来行功立德，供养孙可义来斋串等等的供养奉献，无畏的布施。法师、财师、无畏师三布施是最圆满，而且是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好，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轮到台北孝心道堂和义心道堂、爱心道堂。爱心道堂由圆路法师做住处，在那边转法轮。孝心道场由圆足法师转法轮，带领着我们的代表同修回来，一大早就回来奉献来服务。我看大家很高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今天已经重现了这个机会，是我们的荣幸，是我们的荣耀。我们能够为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来供养我们的孙可义三业供养，这个真的是我们的福报，我们的福气，百千万劫难值遇的问这个华喜啊。所以今天已经27号了，时间也过得很快，一晃呢就12天了，再过了几天呢，11月16号，我们就圆满17号，阿弥陀佛佛诞，我们就祝寿，而且办大皈依，然后呢，在元旦祭祖大典，在北区的。我们两位法师还有我们讲师们，你们务必要悟，给大家有机会都齐聚来列祖列宗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圣灵座前一起来祈祷，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
为什么有15615姓氏那么多祖灵？那就是因为战争，人类的无明，人的无知，啊，所有这个过去的天主帝王的无知和愚昧，发动各种战争，才会造成这么多的15615姓氏入祖灵。而我们当下所有出生在这一生，有机会参与这些圣会祭祖的圣会的所有贤士们，都是也是过去15615姓氏啊的祖灵啊，有的再来投胎转世啊，再来世间上有机会在王禅老祖的今年坐下玉皇大帝和诸佛菩萨的慈悲接引，观世音菩萨的牵引之下呢，啊，我们才有机会在齐聚堂共同来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从民国壬戌年开始，台湾祖师的慈悲啊，为恭请王禅老祖祷教慈航啊，王禅老祖在祷教慈航之后啊，说了是开示的四句偈啊，阴阳日月最长生，可及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中华民族5000年的战争，3762大小战争，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中华民族啊，多灾多难。到了这个当下21世纪的现在啊，这唯有一位大神，世界和平大神、宇宙大神王禅老祖是大神啊，所以呀 恭请了的王禅老祖光降啊。那么我们现在已经都是魂有福气，都在皈依在王禅老祖今年座前，啊，大家好好修行，来为化解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恩怨情仇。所以啊，我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每天时时早上起来香一拿起来，啊，你顶着胸口，啊，那么你就念。阴阳日月最长生，可及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三拜，然后再供念祈祷文：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所以这一个四句偈呢，是一个世界和平的灯塔啊，这是宝。那么现在我们也每天早上起来啊，由我们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啊严毅法师啊，他来负责啊代理啊师父，还有呢老祖生活与供养给老祖啊来加持。世界195个国家皆能风调雨顺啊，五谷丰登啊，大家共同发露慈悲爱心，那也是同样的四句偈：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啊，各位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啊，我们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主的元荣
好，每年在阿弥陀佛的佛诞前一个月，深海举办护国西斋大法会，恭送一个月的金毛来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917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灵，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尊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秦始皇还有蚩尤后裔北夷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继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发生战争3762次大场战争，荒损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场战争原始荒损怨灵。今当下，我们所有维京圣教各姓氏堂上祖先，还有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家中地基主、无缘住宿英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冤亲人动诸灵众等，今天已经是10月28日了，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每天一大早就来深潭，由过分之道堂住持法师分别来做义工、做法工，我们都很圆满了。那么在今天10月28日，刚才我供香的时候，有2位的家族，这是毛氏的家族列祖列宗，以及蒋氏堂上列祖列宗，也都一起要来这里一起共修，可见黄檀老祖的天威，黄檀老祖的慈悲，加持灌顶，名扬两界，三界万灵皆得度，皆超度。刚才看到那些小朋友所布施供养的这个玩具他们要先得到先佛音、化佛音，那就在1号，后天1号，我们下午呢，在这大楼下先化佛音，那么我们再买来好像小朋友佛音与大人同样等同。大人在修行，所以老祖师尊的慈悲太多太多，我们数不尽说不完的了。早上我们用餐，我在问中港道堂这个主任圆普法师，还有这圆感，还有圆净法师们，祭祖尽量要邀请
让更多的人回来参与追根溯源，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心要放大，心本慈悲，我们为了要让众生圆满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还是要破例啊，不要说没有这个魄力的时候，你要度众生有时候很困难。所以地藏菩萨为什么要拿了那个杖，那就是众生在地狱有时候敲不开，还是要用这个杖来敲开。瑶池金母他为什么要拿了这个九龙杖九龙拐，瑶池金母不必的拿着九龙拐，他照常的在走路。所以瑶池金母在我们第一坛祭祖大典的时候招请我们的列祖列宗马来西祭祖大典的会场的时候确实有障碍，所以黄禅老祖开示以瑶池金母大天尊他的九龙杖敲开第一门。在那个时候敲开第一门，天地大震动这个震动从哪里开始？在那个时间点从日本日出东方一点红开始地震这个在启示着我们，我们凡事做事要破例，为了众生，为众生好，为度他利他，有时候我们懂得道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客气所以我们这个法会，今年的法会都这里都也很圆满，希望更圆满我们还有十几天的法会后天黄禅老祖师尊很慈悲的还是说要宴请故魂师道场住持的堂上祖先，在这里板子都这么多来招待他们那老祖慈悲，我就早上跟院长圆桌院长商讨怎么样来请呢所以这个是36年来第一次要宴请这个堂上祖先这也是代表的过分之道堂的所有贤士弟子的列祖列宗祖祖灵全部在千佛面前受难供养，也受那不远的感恩，大家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世界和平这个都是在安心，我们心不安烦恼一定到，心不安你要如何安心，要有法，所以安心的法门84000法门，所以今天我们呢白天早上我们就要恭送大宝轮真经还有安心真经，这都是在启示着我们法界三界万灵列祖列宗文虽然有的在世间上他们只有短短几十年短短几年有了几天，但是等同平等的受难
黄禅老祖的慈悲加持灌顶。他刚才啊，老祖出征开示要世界和平促进会，为了防止世界之饥饿与贫穷而发生的战争，所以先第一步啊，以法仪啊来招请地球上195个国家，好的三界万灵、人人忍痛诸灵，还有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借着王禅老祖加持的圣水，来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啊会长莲义法师啊一一来加持、来灌顶、来供养，希望地球上的各地都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当然有的同学也会质疑，师父这样一个地球在这里而已，哪有可能延伸到地球的另外一端呢？笑一笑，我就请问莲义法师，你看这样有没有可能？莲义法师跟我说，师父啊，臭氧层那么远，比地球还大上好几十倍、好几百倍的臭氧层破洞，那么大的洞在这里就能补了，老祖就能补了，那地球在老祖的心中不是一个小小一个点而已吗？我说对啊，有法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绝对可以圆满，我们要有信心啊。所以希望啊，我们本着老祖出生还有玉皇大帝给我们的天命，我们啊一一的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绝对可以圆满，祝各位功德无量，并以此功德来回向啊给我们的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现在还有啊堂上所有的过去世啊是过年位的诸祖灵，祝福各位阿弥陀佛。